因为我婶婶等会儿要给葡萄打农药，所以没有人带贝贝，我们只能又带着贝贝一起去了。中午拿去。大家好，昨天我们上山，摄影师不是掉沟里了吗？然后受伤了，但是大家放心啊，没什么大碍。昨天检查了，我婶婶说杀只鸡给他补一下，但摄影师说他不喜欢吃肉，所以我决定跟嫂子去镇上看买一些水果啊什么的。好，好，走吧，走。罗一轩就不去了。你看，你换鞋，你穿这个鞋就不能去。哦，我也要换鞋，就穿拖鞋吧，我也穿拖鞋。西瓜皮薄的很，里面个籽子白籽子还是的。哪里还有啊？对呀。啊，这香的，你妈。我姐姐。来，赵姐姐。那个是啥子？赵姐姐。可以就买的花吗？蛮好的吧。哎，这个瓜摸起来可以啊，这皮薄，这皮薄啊，那比比哪家皮还厚一点？这个皮薄，这一个大概有多少斤啊？这大的都有十多斤，十多斤，对。就是说这个皮啊，摸起来粗的瓜皮。哎，可以啊，小心都买这个，买一个还是买两个？这个也是一样吗？拿这一种瓜好吃。这是几块？5块啊！要比那个贵2块钱。我买了，看，没有，那就吃便宜的去。你喊那个啥？便宜的。我要两。那你得喊那个啥？你现在我这个单子买个八零的。我买的你得先称完，就去个零头吧，可以吧？去个零头，喊了就好了。多少斤？两个。多少斤啊？一个烤鸡。多少斤啊？一个10斤。两个20斤啊？4斤一块两啊？那个1块4毛钱，反正你没得给我了。你找谁去？好。就少了1块1个。那没得办法了。就少了1块4。少你呢？完了，都是小本生意了。哎，木龙啊！木龙。可以扫微信吗？可以啊。两个瓜100块钱哦。其实我想说挺贵的。对啊，这个瓜是挺贵的哦，每次。你说西瓜，我们最便宜的时候5毛钱都卖不动。对啊，5毛钱都没人要嘞。现在卖5块钱一斤啊，翻个10倍。对啊，两个瓜就100块钱。便宜的时候2毛多嘞。是啊。哪个瓜便宜的时候2毛多。哪个瓜便宜没？啊，两块便宜吗？但是这个好吃啊。对啊。这个若轩是吗？对对对。来来来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呦，好了啊，看一下。那就修的沉甸甸个哈。老板娘，红哥我也退休了哈。对，如果没熟的话，我们就拿过来了啊。不然你咋了？不理解我了。你讲我呢？嗯，红哥我也得退了哈。好，走吧。这种面积都要20斤。好，如果五个娃在的，五个娃我就过来退哈。老板说，老板说不用你来退，说明他相信熟得很好，自信满满的。对啊。你是对你自己有自信呢，还是对西瓜有自信呢？哎，贝贝怎么拿了个荔枝啊？老板娘给的。荔枝多少钱？荔枝20。我们两个量的哈，是20，这两个估计2毛钱啊。两个2毛钱，两个3个2块钱嘞。哦。贝贝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拜拜。谢谢啊。好好，两个西瓜换两个荔枝。买了两个大西瓜，好贵啊！现在西瓜5块钱一斤，这两个就花了我100块钱，摄影师有口福了。是。家里好像没有洗衣液了，我们去超市买点洗衣液。没了。我买的。今天不到，明天就到了。哦，你网上买的？买了4大瓶。好，那就回去吧。好。前两天不是种了吗？不是，他那个西瓜说下雨都给淋死了，挖鼻涕了。
有八个，是得有八个。你帮我拿瓜了。我们再买几个西瓜苗，然后回去种，自己种西瓜吃。你想吃美人瓜还是吃那种花皮瓜？那肯定种了花皮的好吃啊，对吧？我也饿了。瓜苗不用了。你拿出去。我的没过来，几个过来？哦，我已经接到。拿不到，就拿六兜吧。那你的六六大顺。你啥子大顺？刷微信吗？刷微信可以。这一兜多少钱？一块五。一块五。那你的？这个西瓜苗一块五一颗，买六颗。拿七颗嘛，刚好十块钱整。七颗，老板。我另外进，我另外进。七颗八块钱哈。就这了，我进了。扫微信。人哪里？你哪里？不一定哈，你哪里都忘不记。啊，你哪里？你们再煎一顿，煎一顿美人瓜也有的。